我们今天的遭遇，你来说一下吧。还说呀，哥？我说，你说。就是每天做核酸嘛，然后呢？结果到了核酸点儿一看，发现变成黄码了，然后呢？然后就只能去专门给黄码做核酸的地方，在哪？在一个好远好远，深圳湾，我天。在体育场那儿，啊。然后去了又急了拐弯了，问那个人在那排了多久。排了3个小时，排了3个小时，7点排到他妈的10点，我靠！感觉都快截肢了。啊，好不容易排出来了。过来，啊，排出来了。排出来了以后，然后又跑了好远，又回到住的地方。啊，然后这个时候还是黄码，啊，然后发现住的地方被封控了。进不去，然后呢？不是进不去，啊，进去我出不进去出不来，我操！第二天还要上班，我日，然后黄码又住不了酒店，啊，所以我们现在，我们在这坐在街头，哈哈哈哈哈，无所适从。那首歌是啥来着？汪峰的那个，我该如何存在？前面是什么来着？啊，反正就是那首歌了。我不知道。哎，我操，累死了。